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播出季大型二人转励志传承竞技类节目名师高徒，我是龚海。根据赛前的抽签，今晚我们将要进行的是颜值战队对决江哥战队，我宣布名师高徒师门之战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的两位观战名师，他们分别是赵小波老师、郭旺老师，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颜值战队和江哥战队，有请他们登场。特别想知道此时此刻两位老师在想些什么呢？仨字儿，打败他。我送你俩字儿，不可能。那叫仨字儿。那是仨字儿，仨字儿。大家也看出了，我这个战队所有的老中青，打扮他们是时间问题。还老中青，我们全是年轻人。颜值，啥叫颜？颜值就干掉他们了，啥也不用说了。就颜值就能干掉他们，是不是？好，有请两位名师带着各自的学生回到备战区。告辞。接招。今天来这样啊，我想把头炮打下，所以说我今天首先派的是姚婷婷，首先打下。姚婷婷是一个准备的非常充分的一点，就在我们这组里面，他准备最充分。开场音乐开个好场，别那么跟我拼呢，能不能是？能吗？那不知道了，咱彭老师，我估计也不整新的玩意儿，他也背不住啊。兄弟们，打败他们有信心没有？看看这气势。我跟那个严老师是非常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首场戏很难改，知道不？我想着派一个稍稍实力唱得好一些的大头阵，知道不？那我就派范伯。好，开门红了，开门红阵哦。好，范伯好，那个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以他的实力，以他的演技，把他放到第一，我会很放心。不管他们遇见谁，他们派了谁，必须的，千万别紧张，不要害怕，正常表演。这头一个真的非常有压力啊，因为都说是头一出戏是不好唱。用心唱就完事了。老师告诉你那几点，把嘴张开，声音打开，戏唱好，表情到位，就 OK。走，走，走，加油，加油，加油！好，跟我走，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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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我们有请两位名师带着第一组出场的学生上场。在两组学生即将开始他们的表演之前，还要请两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再嘱托一下。小子，说也说了，现在就看你场上表现了，水平都是一样的，临场发挥非常重要，能把握住机会不？能。这气势。来，严老师，请。严老师，我觉得不用嘱咐了，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是和童老师的战队来学习的，所以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和童老师站在一起，原因就在这儿，向他学习，向他老人家致敬。哎呀，给我说的脸都红了。哎呀，不说了，嘱咐完了。分不好，表演区交给你。
扫啊扫。曾记得我在家读书，嫂嫂你把我教导，教导言语我还记在心中，你言说天上的星多月儿不亮，水中那鱼要是多了水魂都不清，朝中那赃官多了朝纲大乱呐、朝中那清官要多了黎民太平，治平理来是最平正，王公犯法与民同，你言说大堂上审不清，让我去死房，不许大堂上乱动静，倘若大堂上把行动，屈打成招怎么算重啊，难道说这些话老早你忘记了，三弟我这点点滴滴记在袍大襟中啊，三弟我昨天出朝占了八员将啊，贪赃卖法国法都不容，难道说咱们该活人家就该死，做官要不正怎能把民清啊，你别看我扎了侄儿小包勉，以后这办办大事三弟应承啊恩嫂啊，嫂嫂我无儿又无女，堂前堂后冷清清，谁能够闯前问寒冷着逢年过节八里行，倘若是嫂嫂我身得重病，谁能够跑跑大大为我请先生啊，先生请到我的堂楼上拉过铲腕把脉平，先生临走扔下了药啊，谁能够煎汤熬药把我释放啊，三弟呀嫂啊嫂，若神嫂你要身得病啊，三弟我跑跑大大为恩嫂请先生，先生请到堂楼上拉过餐碗把脉听，先生临走扔下了药啊，三弟我煎汤熬药把恩嫂来侍奉，侍奉恩嫂病体轻，轻了还不肿去根才算行啊，恩嫂啊，倘若是嫂嫂我归天而去，谁能够打个牌子把我停啊，头上供完倒头翻着脚下点个照石灯，半手撕半脚撕谁能给我办，五谷粮也压欠胸，咽口的金钱放口内，拿一张烧纸把我脸蒙啊，庙上的江水谁能给我送啊，谁能够背个扫帚驮着我魂灵啊，左转三转右转三转招呼嫂嫂摇持路灯，手拿着扁担就把那个板凳上，西南大路直直明着西南道有三条路啊，谁能够招呼嫂子走当中啊，三弟呀嫂啊嫂，倘若神嫂你要宾天去呀，三弟我搭个牌子把恩嫂停啊，头上供完倒头饭脚下点着照石灯，半手撕半脚撕三弟给你办，五谷粮碟压千胸，咽口金钱放你口内，拿一张烧纸八脸蒙啊，庙上的江水三弟我去送，我背着独根扫帚托招你魂灵，左转三转右转三转招魂嫂嫂摇翅路灯，手拿着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直指明啊，这西南道有三条路，两边你别走恩嫂走当中啊，恩嫂啊，七天头上要
要是出灵走，谁能够在前边拉着个老丧生啊？三十二杠啊，谁抬头一杠？大里头翻谁愿应？买路的纸钱谁能给我撒？谁能够把丧盆子高高那么一扔啊？谁能够把我送到包家老坟上深深挖个黄土坑啊？常言说宽打木字，深打井，两边八楞两条土龙，四个机甲馒头电蚊，头一敲黄土谁给我扔啊？谁能够上前伯伯正在灵前点上长寿灯啊？谁能够守孝守我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这鬼年鬼节上坟营？三月清明上坟插柳，七月十五纸钱生，十月一把寒衣送了，正月十五送燃灯啊？谁能够守孝守我三年满报家家谱添上个名？我叫王凤英啊，三弟呀，嫂啊嫂，七天头上要是出灵走，三弟我在前面拉着个老丧生啊，三十二杠我扛疼一杠，大领的幡儿我愿应，买路纸钱儿我给撒，我把这丧盆子高高那么一扔啊，我把恩嫂抬到包家老坟上，深深挖了个黄土坑啊。常言说宽打木字，深打井在两面儿，八楞两条土龙，四个机甲馒头垫稳，头一敲黄土我先扔啊，请来了阴阳先生上前伯伯正在灵前殿上长寿灯啊，我能够守孝守你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鬼年鬼节上坟营，三月清明上坟插柳，七月十五把纸钱生，十月一把寒衣送，正月十五送盏灯啊，我能够守孝守你三年满报家家谱添上个名，你叫王凤英。我要是有儿子管你把奶奶叫，我要是有孙子管你叫祖宗啊，恩嫂啊。二伯好，从他的表演，从他的唱腔都有很大的进步。请姚婷婷来到表演区就位。我们俩今天唱的是西施与范蠡。西施西施西施大杨上至纲跪拜听宣，西施范蠡即刻携子进宫啊。
孩儿抱，抱起了孩儿去了又去，粉扑扑的脸蛋儿啊泛红晕呐、啊，胖乎乎的两只小手执着妈大金，执着妈大金呐、啊。娘稀罕，舍我儿为解救更多无辜人呐、啊！舍了我的儿啊，换走了娘的心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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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师师。我夺过孩子心一震，伸手我打开被子，吓掉了魂。见孩子小脸却青，小手转得紧，两只眼睛瞪溜圆，眼角还挂泪痕啊！哎哎哎！可叹他来到人间只一瞬，刚满周岁他就命归阴了，回头我再把爱去看、只见他额头撞的血淋淋呐、看爱情疯疯癫癫，让我难相信。当年的美西施让我无处寻呐、他为我违心去无惧，他为我亲手杀死吴王的根，他为我委屈全受尽，他为我一生难为人唱起爱情热泪滚呐、我和你这辈子生生死死天塌地陷，再也不离分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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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云西施万里把功进了辞官做了自由人，背着一群女儿泪千古不绝，当回阴来呀。此时此刻先听一听两位观战名师的感受。赵老师，您看过他们两位的表演之后感觉怎么样？你就先说说范伯豪吧，看着他进步，而且这梁子戏不好唱，所以说呢范伯豪今天这段戏来说唱得真的很棒啊，很好。我再说说那个婷婷啊，婷婷这次的表演呢要比上次的还要成熟，说实话这回呀咱们大众评审也好专家评审也好可真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哟，给你们两位点赞。
汪老师，我们严老师的战队可以说颜值担当，江哥的战队呢唱功也非常棒，希望你们在下一环节取得好的成绩，加油。好，谢谢冯汪老师。啊，严老师、冯老师也说说你们此刻的感受吧。婷婷她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她的头饰和她的服装都是她的老公精心给设计的，并且跑了几次杭州亲自去给做的，特别的用心。就是希望婷婷和国豪，也希望你们都取得好的成绩，加油，两个孩子。冯老师，范博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孩子，他跟我曾经说过，这二人转是咱的根，我永远都会追求下去。他这句话真的私下里聊的时候就特别的打动我。婷婷今天表现得也特别好，其实这出戏是严老师也是精心设计，没想到啊，今天他拿了这出戏来跟我这个队 PK， 我做人也挺着急的。其实男演员是我，女演员是他，是这样的。那博豪和婷婷在投票之前对着我们的评审团每人再说两句。今天无论我比赛如何，我能站到这个舞台上唱戏，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能给千千万万个所有的观众唱，我就知足了，谢谢大家。不好，这个评审团说几句吧。今天嘛，我也非常开心，这是借我们佟老师的光，这两次都是跟美女 PK 啊，我这心也挺乐呵的。然后吧，那非常感谢，就是说是四位老师啊，在私下的时候给我做出的点评，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佟长江老师，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和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各位亲爱的评审团的成员们，如果说你们选择支持的是颜值战队的姚婷婷，就请把你们手中牌子的红色一面对准舞台。如果说你们支持的是江哥战队的范博豪，就请把蓝色的一面对准舞台。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请投票。五、四、三、二、一，请投票。我们看到第一排颜值战队三票，江哥战队两票，第二排颜值战队五票，江哥战队五票，大众评审团这边颜值战队获得22票，江哥战队18票，谢谢你们，谢谢。最终结果，颜值战队姚婷婷获得30票，江哥战队的范博豪获得25票，恭喜姚婷婷晋级。只差了5票，只差了一点点，说明你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挥的怎么样，你自己来说一说。虽然说今天失败了吧，在这个舞台上，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因为有晋级的注定就要被有淘汰的，但是我还是非常热爱这个舞台，非常感谢四位导师还有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对我的一份支持啊。无论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是胜利了还是下去了，但是我相信这个舞台永远不是我艺术的终点，而是在这个舞台上，今天开始，这是我艺术的起点。
说得非常好，来吧，去感谢一下你的老师，来。谢谢佟老师。胜不骄，败不馁，好好干吧，好，好吗？好，来，老师送你去。范伯豪虽然离开了名师高徒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会记住他的动人唱腔和对二人转艺术的执着追求。加油，伯豪！所有过往皆为序章，你的未来大有可为。来吧，两位老师，现在请你们再次来到备战区，准备一下，稍后带着你们第二轮出场的学生上场。来，两位老师有请。就差五票，看着自己的队员就仅差五票被淘汰，非常非常的难受。所有的人看着谈笑风生啊，搞，其实你们内心世界非常非常纠结的。黄老师，老师，别气馁，没事没事，大伙我俩去。令我非常的感动，感动，感谢这些孩子们就这样为江哥队，就像争先恐后的要打第二局。接下来的布阵方式是让我去吧，我就是勇者不惧，就是不管他对方是谁，我让他知道我是谁。我行，派一个强一点，汪精选。原定让高小宝打第二场，知道吗？因为范伯豪的第一场失利，我提前把王金星派上第二场。不管对方是谁，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因为我这个团队需要一场胜利。我来是老师，我跟你一炮必打响，这必须的，我真的。咱们就必第一炮必打响。因为我们这组都是年轻人，作为这一代人来讲，应该说他们是佼佼者。下一步我想选鱼啊，加油！加油！加油啊，鱼！其实我在想，佟老师第二位应该派给。不是高小宝就是王金星，在我的想象里我拍了唯一的一个民间唱手，即使说不是民间唱手，那个两个人论唱也能干。放心老师，我一定给你争过。都破产了，我也不能输，我必须得让老师高兴高兴。江河战队实力还是有的，走，好，加油加油。等我回来，金星，走，是，此时，加油，金星，金星加油，金星，放心吧。包相爷刚想回家。而去，包相爷闻听此言，泪儿塌哇塌，嫂嫂，再去了。白布
啊，出城我又路过小石墙啊，行行正走来得快，杨老公不远他才来到了啊。老家院上前接过马，包相爷翻身下了马鞍桥，迈步就把这灵棚进，进得灵棚仔细瞧，嫂嫂。请王金星来到表演区。我看完玉阳唱的呢，确实他也真是实力，我也得卯劲儿了，不卯劲儿的话也够呛的。远看古城啊，
城上搭棚数不全，一个垛口一顿炮，一杆旗下兵十员，城里吊炮啊就往城外打，城外居民城里居官，马走吊桥啊如同擂鼓，马踏黄沙要把日漫啊，关二爷来开了眼，叫声三弟要听言，为声三弟虎家好啊，为声大哥他的龙皮鞍呐、啊，三弟，您绣的胡言，哪一个是你三弟呀？你管我大哥好不好啊？管我安然不安然？咱们俩亲戚何处而论？为什么一口一个管我叫老三呐、啊？三弟。收听好，闻听此言，落下伤心的泪呀。连把三弟，三弟，三弟。我说你休得胡言，哪一个是你三弟呀？莫非说你把二哥忘记了？莫非说忘记桃园的兄三啊？不提起桃园，还则罢了。提起来桃园结义我记心间，我记得刘维大来我张维二啊，三弟有个赵云他为老三，桃园结义般般都在，哪有你这红脸儿，你是反叛官呐、三弟。我说这次话呀，你若不信呐、那又怎么样啊？你听听二哥我细细对你言呐、呀！太棒了！心里就感觉非常震撼，很难得的一个好。他唱的是高低不挡啊，嗓音非常明亮，而且他吐字清晰，他的板头还瓷实。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听观战名师的想法。郭老师，首先我让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愿意看佟老师和严老师他一副架 PK。 我说心里话啊，二人转好演员，好的男演员嗓子能这么好的，
真是太少了。唱到我们导师和观众乃至我们各位评审团的心里去了，举双手给你们点赞，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冯王老师。那张小波老师呢？我就一句话啊，无论你们两个谁进了，那一位呢，剩下那一位呢，我倒是希望两位老师能用复活的形式把你们留在这个舞台上。谢谢老师。好，谢谢高老师。这边童老师呢，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啊？看到你们，我真的看到了二人转的无限魅力。金星大开堂嗓，高低不挡。我建议所有的评审团们给我们的金星投一票，谢谢大家。严老师您这边呢？这两个唱手我太喜欢他们，他们都唱得太好了。于洋，我们队唯一的一个民间的唱手，太好听了。就是现在吉林省乃至东三省找他们像他们这么干净的声音的形象的这个年龄段的二人转的民间的唱声，现在真的不多了。真的，我也希望评审团们能给我们的于洋多投一票。哎呀，两位老师啊，已经开始啊较劲了。在评审团投票之前，两位表演的学生对着我们的评审团每人再说两句。想对评审团各位老师呢也想说，不管你们做什么样的抉择，我都心平气和地去接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谢谢大家，辛苦了。来，于洋这边。我的老师严老师平时都告诉我，于洋啊，你这句有点不对，然后我的老师会尽心尽力的去给我改正。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也感谢咱们所有的评审团，希望大家投我一票，谢谢。好，各位评审团的评审们，请根据场上这两位学生刚才整体的表现来进行投票。如果您选择支持的是颜值战队的于洋，就请把红色的一面朝向舞台。如果说您选择支持的是江歌队的王金星，就请把蓝色的一面朝向舞台。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开始。五、四、三、二、一，投票开始。第一排，颜值战队一票，江歌战队四票，第一排可以放下了。第二排，颜值战队两票，江歌战队八票，第二排可以放下了。大众评审团这边，颜值战队八票，江歌战队32票，辛苦你们了，请放下，谢谢。来，保安让给童老师摁那儿，让他坐下。最终结果，颜值战队于洋获得11票，江歌战队王金星获得44票，恭喜王金星晋级，谢谢，再见。在严老师的心目当中，你拥有最干净的声音。那现在，
天分过人的于洋，用清澈嘹亮的嗓音感染了众多转迷。未来希望你能够用更加精湛的舞台呈现，让更多人爱上二人转这门艺术，也希望更多勤奋进取的二人转人能够登上名师高徒的舞台。下周师门之战将继续进行，颜值战队和江歌战队将派出哪些学生上台比拼，谁将为本战队赢得向总冠军发起冲击的名额？下周一周二晚17:50，名师高徒第一季，精彩不容错过。